啊，王吉征呢20岁，臂展拥有这个东亚人不太多的这个超越身高5公分的臂展，是1.76米的身高，1.81米的臂展，把腿顶在了这个王吉征身边，是办房是不得已了。王吉征是被对方牢牢的控制在下面了。第一回合应该是阿托尔莱昂德罗拿到了这个比赛的局点，因为他的控制时间更长啊，进攻更积极。王继征呢虽然是在短时间内的漂亮连续的砸击，直接 TKO 对方，这是这个很难看到啊，非常让我们意想不到的逆转，巨大优势的逆转，是一个迎击，对，把对手的这个翻身压在下面，连续的砸击。哇，那这场比赛我们真的是没有想到啊！红方胜，王继征 TKO 对手获胜。